在家里养多肉和养花的时候呢，经常有些叶片会掉下来，或者是枝条会断掉。像这一盆多肉，它的叶片，是我把它，因为下面太多叶片，我就把它拔了几个，随手就撇到了这个盆土里。几个星期它就开始长出，你看那个叶片，这一个叶片长了2颗小小的，多肉出来。这些盆土比较大的，我就也会多出来的叶片也会撒在这里面。看这几个都已经开始发芽了，都长出小的多肉出来。盆土也放了几个叶片，它是不同品种的多肉，几乎都长出了新的小苗。等那些叶片上的小多肉长得稍微大一点了，就可以把它单独种在一个小盆里头，这样就是另外一盆多肉了，让它慢慢长大。当然，除了多肉的叶片，还有时候一些像我的这两个都是球兰的枝条。不小心，有时候浇水的时候不小心弄断了一个枝条，这样我就把它放到水里，这样水培让它长出根来。这个枝条是不久前才弄断的，放在水里，你看它这地方已经开始长新芽了。这样放在水里，水培它也能活。等它长出根来了，就可以种在一个小盆里头，单独成一棵植物，或者是把它种回到原先的那个大盆里去，让那个大盆更茂盛。看似这些没用的叶片，还有断掉的枝条，其实都可以再利用一下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。下次再见，拜拜。